今年女中拔河队持续往年的好成绩，今年不负众望，传来捷报。由景美女中拔河队所组成的中华女子拔河队代表台湾到哥伦比亚参加2013世界运动大会，在台湾时间29号凌晨，以3-0全胜的成绩夺下了540公斤级女子拔河金牌，更完成了中华女队在世运会3连霸的壮举。